注意一下，你会去哪里？说不定来优点多的怎么样？他的餐源其实很好，可是他的沙拉就有点。它猪排是非常好吃的，吃的非常吃的一个，它的酱料也非常非常特别，它的红茶呢，很好，喝酒了呢，自己的干干的感觉。他的浓缩咖啡小店有份那个泡泡，很好喝，可是我去叫给你做一下，结果我没闻到那个泡泡，哇，不好意思，我放了一点，太凉了，很好，一定要来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太好了，是觉得它的设计不一样。这设计非常有东方的感觉，而且他其他的服务态度，服务态度很好，三天两夜很多呢。还是笑的被挤出来的呀。好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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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播走了，那现在呢？等我来讲。下一站呢，要去的是大雅画室。大雅画室，大雅，大雅画室，我们要买花哦。还没走。我们现在是2010年的11月几日？11月88日，11月22日，然后刚11月22日吗？我想想看，运动会星期六，没错，22日，而且上礼拜又是运动会哦。今天星期一，然后今天为什么？对，超棒的补假哎。然后啊，我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家里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我们还在玩 ND， 还有 Watch， 超好看。没错，超好看的。请注意看我们的动物特写，剑兔哦。还有浣熊，还有哈巴熊。我来吧。还有小兔兔，兔，兔兔在这。我会用灯笼。包子，小笼包。我跟他讲，对，是姐姐教我，4年级，2年级，拜拜。